在 San Jose， 大家可以查一下，他们每个星期好像通常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给小朋友的活动，好像都有时候会举办，也有给老人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如果你有爸爸妈妈来的话，可以去。然后如果有小有你的小孩想要活动的话，也可以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有银发族。我的密码是。对 ，OK。那谢谢 Albert 让我们介绍这个。Silicon Valley 台湾 Hackathon， 那希望我们应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了，那也请大家给我们 feedback。谢谢 organizer， 还有我们再给我们今天所有的 participants 一个 round of applause。最后就是请大家在离开前就帮忙收一下垃圾这样子。那谢谢大家。